个撇要写的相对要平一点，对完之后向左下方又重到轻，横画离撇的要稍微近一点，竖钩要垂直在横画中间偏右，上去撇，提笔要靠上一点，点稍微向下错位一点，这边留出空间。右边的话，口低于这个撇的提笔，横折，横要细，到这个地方提按转折，向左下方斜的横画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口到梯形要上宽下窄，这个竖在中间垂直，横画向左边伸出去长，右边不要太长，要短一点，长短要变化，横画间距注意不要太大，相对要写得紧凑一点，这个往里面收，这个往里面放，高低要有错位，